您跟叔叔结婚多久了？我们是75年结的婚，43年。43年，对。这是我和我先生啊。你和叔叔之间有浪漫吗？我先生不太会浪漫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不怕你们笑话，他爱我，我那个这句话从来都没说过。这句话都不说？没有。有一次我去买一个产品，人家赠了一个券，就去拍婚纱。说实在的，婚纱是每个女人不管多大年龄她都非常向往的，她觉得特别神圣，我们也不例外哈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的。我当时让她去她不去，我就自己去了，我自己给自己拍了一个婚纱照啊，所以就是一个人的婚纱照。那她对你走秀有什么意见吗？她没有意见，她觉得那是我喜欢的，他就支持我。但是呢，肯定你得买衣服啊，你像这种今天穿那么好看的旗袍得花钱呀，总得让他知道吧。我买什么东西基本不用申请，因为财政大权是我掌握着。怪不得。哎，咱有底气呀。所以一个人照婚纱也没问题。不过我虽然掌握财政大权，他也特别放心，因为我从来不乱花钱。我们这一代人吧，就都是比较节俭的。比如说花几千块钱呢，甚至几百块钱去买衣服，我都觉得太奢侈了。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做缝纫，我自己买一块布，买一块料子，就几十，我回来扎吧扎吧，按照我自己的尺寸，我做上也觉得挺好。我觉得不一定是品牌啊，那个大牌啊，就一定是好，只要是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。那韩阿姨，您想知道您在他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他没跟我说。我觉得你们平时肯定沟通这个不多，比较羞涩哈。这样，今天他的老伴儿啊，把这个千言万语啊都汇在了一封信里。没来呀、啊？对，我来了。在一封信里，他要通过信件来表达。哎，我觉得都特浪漫，这个事儿还不浪漫吗？我们把信拿上来啊。还有一封信。By worth, I desire your worst, so you can just hide while I work. I ain't tired, you first. I'll write a second, third verse about the lies you go disperse. You never did shit, I know it hurts. Something deep inside won't let me quit. I swear that I'm inspired by all this shit. Tell me that I can't and I won't. That's what guides me the most. Fuck your lies, I'll do what I want. The best.我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里，我会永远支持你，希望你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走一些自己喜欢的设计师的秀。